今天给大家测试一款跑酷游戏。哎，鸣人怎么被绑了？赶紧救一下！我去，救完人还能这么操作？话说，佐助已经被大蛇丸带走了吗？鸣人又要被虐了。哎，还有一个人，我再救一下。哎，原来是五爱罗。这故事情节高度还原呀，不错不错。总的来说，很值得安利给大家。